关心德佳的消息，这是德佳山脚冰感在下晡来登场。迄个冠军呢是蕉农刘瑞元，而山脚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十九号产地收割价是一公斤是比十八号低了五块。由德佳乡公所加德果菜生产合作社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山脚冰感大会，十九号下晡点在德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，总计四十组蕉农参赛，其中冰感的季节外观占20%，果串重量占10%，果实质地占70%。冰感结果由蕉农老师馆获得冠军，林建明、邱创达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。啊，所以讲今日咱这个评审了后，啊，这个哦。带动啊，这个消费者吼啊，提升咱农民啊，这个收成吼啊，嘛较有竞争力。德佳公所表示，德佳金蕉栽种面积达到600公顷，一年四季拢来生产，年产量大约是12,600吨。而德佳金蕉栽种在300到700公顷的山坡地，也因为山坡地灌溉不容易，等到好德佳的山蕉口感更加栽培更加 Q。300公尺、500公尺到700公尺，哦，那山坡地它不能灌溉。哦，他说他不是喝水长大的，哦，他说所以实体的山椒就口感上就不会烂烂的，哎，特别香 Q。德佳公所表示，前年举办第一届的山椒冰感获得好评，今年是再次举办，目的是要拍出着德佳山椒的品牌和德佳冬季生产的各项水果。吼，啊，咱今仔日的游客嘛增加真多，吼，所以讲会当带动个整个咱的德佳这个清水公园，整个这个吼啊。果农吼，会当直接含这個消费者接触吼，这是一个足好的以后产销的管道吼，网络的产销吼，这是阮最主要一个目标安尼。蕉农表示，由公部门带头营销着德佳山蕉，和山蕉名气渐渐响亮，山蕉的介绍对你起价。蕉农讲，十八号的山蕉收割介绍一公斤才9块，十九号的收割介绍已经起到14块。在德佳有水果之乡的美名，农产特秀十九号、二十号连续两天在德佳清水公园登场。德佳公所欢迎民众到产地采购同新鲜、品质好的水果，以行动支持在地的果农。最新科技红德佳乡采访报道。